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卖布头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张文顺。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们致敬。对，这么冷的天儿啊，大老远的，跑到这儿来看我们演出啊，说明什么了？说明什么呀？说明大伙儿对咱们的传统艺术是非常喜欢。对，常听相声有好处。有什么好处？对身体好。哦，啊，哈哈一笑，对身体太好了。是啊，没事就来。听完相声心情高兴，什么事都高兴。是吗？包括演员也是一样。哦，演员也是。后台这些老先生为什么愿意来说相声？为什么呢？说完相声心情一高兴，瞧什么都痛快。哦，回家也好啊，干嘛的也好，都是喜事儿。是啊，张先生就如此。我就这样，这儿说相声来，哈哈一乐，心情高兴啊。一回家又一件大喜事儿。什么喜事儿？老伴儿给生一大胖小子。没那事儿了，哼，四斤多，不可能了啊！这岁数不可能了。我就说这意思。奔七十的人了还生孩子，是不是？就说这意思。哪意思？常听相声有好处。哦，是不是？有的朋友对我们很熟悉。对，也有的朋友是头一次来。也有头来。学生叫郭德纲，您相声界的一个小演员，后起之秀。哎，秀是秀了好些年了，也没人认识我。干这么些年，除了我们家里人，没人认识我。也有认识。多惭愧啊！走了街上没人认识啊。站在王府井那儿，老家，您认识我吗？我说相声。那位说什么呀？哎，哎，您走了呢？还是不认识。张先生也这样啊，认识我的也不多。别瞧干一辈子了，把你搁到王府井也这样，是吧？哎，你认识我吗？我张文顺啊，呵，大伙儿对老先生很尊重啊，尊重大爷嘴子，尊重。有私人恩怨这个单说，打我的都认识我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只能是努力提高，哎，把相声说得更好，是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大家。哎，这不假。张先生是老演员了，就是岁数大点，对我个人来说有很大的帮助。咱们互相帮助。很多节目，很多表演的方法，你不知道，问谁去？问谁？得问张先生。啊，互相研究。老先生能告诉你，张先生不光是能力好，人性还好。应该这样。哎呀，在相声圈里你就挑去，没有这么好的人了。是吗？真的。哦，孝母赛专诸。您这专诸是位古人呢。哦，我能跟他比？这您知道？知道。过去有一位专诸啊，刺王僚的勇士。对呀、了不起呀、虽然说这时候挺蛮横，但是孝顺母亲。孝母在外边跟人正打架呢。怎么样？老太太知道了，告诉儿媳妇拿着拐棍出去让他看看去。他妈的拐棍。拿出来一瞧，马上就不打架了。这专诸是这么大的作用。瞧瞧，孝顺。孝顺。张先生也是如此。我也这样吗？呼，全家人坐一块儿吃饭，把老太太供得上着。那是我们一家之长。拿起碗来给老太太盛饭，杠尖儿杠尖儿的盛满碗。做儿女的应该的。虾肉好吃，鱼鸡弄好了，端过去递给老太太先吃。我妈。老太太感动了。哦，我妈多好的儿子啊。是刚要吃。怎么样？张先生又接过来了。哦，上岁数了，胃口注意啊，少吃少吃啊。对，这个先给我媳妇儿这个放在这儿。我这直接递给我媳妇儿就省事了啊！别拿我妈打幌子。有街坊串门的啊？哦，让人看，让街坊瞧瞧，让人看。你说这都没这事。要不是你对老太太这么好，老太太能活到四十岁吗？四十岁就饿死了。咱说良心话，真的。没有啊，活九十多岁。受罪到九十多岁。什么叫受罪啊？啊，跟着我享福了。享福了，跟着您享福了。所以说，您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啊，互相学习，是不是？相声是最简单的，也是最复杂的。哎，四门功课，吃喝嫖赌。那是你们，那是你们啊！我们是说学逗唱。你那是解放后改的。谁改的？啊，坐地根就这样。叫什么？说学逗唱。说学逗唱。对，四门功课。这不假，不容易。啊，多一个字观众也不乐，少一个字观众也不乐。尺寸。这里边还有心理学的东西。对。美国总统四年出一个啊，好说相声二十年未必能出一个，这俩不能比，非常的不容易。哎呀，这四门功课里，我认为最难的就是学，
哦，学的比较广泛。嗯，既得学说，还得学唱，哎，要学表演，科目太多。您学各省方言，对，学个老人说话，那是不学？学个小孩子的举止动作也得学，是不是？是，这都得学。是，学唱。啊，那是更得学，学个唱戏、唱歌、唱大鼓、唱曲艺，对，这得学。嗯，包括街头叫卖，都是我们的老师。这是货卖声，现在当然没有了。现在大伙都知道，广告二字是很重要的。对，报刊呢，网。